别着急啊，到时候指不定谁被挖野。周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抓紧时间再挑几个。单凭周小姐手上那几个，可赢不了我。徐华，你是想以数量取胜吗？要是在别的行业，那还可以。但是在赌石这个行业，讲究的是一刀生一刀死啊。边角料和普通料子，九成九开出来的翡翠啊，最后连料子本身的原价都卖不到。确实九成九都是这样的，可我就是那百分之一。如果你挑出来的全是那百分之一，老夫当场拜你为师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可不要你这么大年纪的。徐凡呐，本来老夫到这来就是想随便买一买，不过今天你太嚣张了，老夫就不手下留情了。各位，首先我们先用掌声有请林大师。各位，请上演。好，各位，掌声有请高大师。这是我开出来的。好，各位，掌声有请吕大师。曹小姐，我选的那块料子没开出来。一千万的料子没出绿，恐怕全都亏本了。魏队长的那四块料子跟曹小姐的是一起的，哎，恐怕开出来结果也会是一样的。这魏队长一上来就亏了四千八百万，看来今年曹家和魏队长很快要分车喽。薛凡，你的眼睛我定。薛凡，今天你的眼睛我挖定。魏会长，把咱们开的料子拿出来。魏会长，怎么样啊？出绿了吗？是不是亏了？哎呦，我让你别信他的，你非不听。四块料子3800万呢，这亏的也太狠了吧？亏？亏什么？简直就是大赚！怎么可能？这五块料子是一起的。怎么可能我们开的没翡翠，你们开的四块大赚？就是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就算是开出帝王绿啊，也就比我们强一点而已。你说你那些料子还大赚，我就不相信你们能赚的比我们。血玉，是血玉，这几块加一起价值超过2亿多。这小子运气还真的好。崔凡，你小子运气不错，五块料子，四块血玉，让你挑选。吕大师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五块料子是放在一起的，四块有血玉，让你先选，你居然没选中。方威，看来你想挖我的眼睛也没那么容易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就算开出了血玉，比的是谁的料子利润最高，而不是单一料子价。还有啊，你那些垃圾的边角料子，我估计啊，1000多万是赔定了。哦，是吗？各位，方少开出翡翠，累计售价20亿；钟小姐累计售价18个亿；曹小姐累计售价1个亿；秦先生累计售价12亿。这一次我花了将近3个亿，才卖了1亿，这一下子我们就亏了2个亿。秦凡，我这边售价是20亿，抛开成本，我足足赚了16亿。钟小姐呢，抛开成本也赚了有12亿，而你呢，12个亿，抛开成本是4亿。拿什么干？你急什么？我还没开完呢。你的好料子都开完了，要想翻盘，就凭这些边角料。如果你这些边角料能卖出1000万，我跪下管你叫爹都行。
我可没您这么大儿子。你小子，从这之前，你的运气啊，还真的挺好。你能赚八亿，那已经是极限了。就算是赌石大师做这种边角余料的生意，最多也就是啊，不赚不亏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放弃。魏会长，怎么样啊？没开出来绿吧？魏会长，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是帝王绿，这是帝王绿，这不可能！你们作弊！我告诉你，他们肯定是提前藏好了，然后放在那里，是不是？这种现场开始怎么作弊？你过于无知了吧？没事，既然他们不信，那这两块就当作是为礼物送给曹小姐，也让曹小姐不会选。魏会长，你去让人把东西抬过来，我们当着大家所有人的面现场。好啊，我倒是不信，现场开玉能开出什么来？又是一块帝王绿。我操，还是帝王绿吗？这他妈也是帝王绿，这不可能！这么多边角料，怎么会出这么多的帝王绿？这些料子看起来确实是边角料，您是怎么做到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在外面逛了很久，把所有的料子都看了一遍，这才选出来的。当然了，我选的都是品质最好的，外面九成九的都是些废料，我怎么可能会去选？但是，我看你们好像大家都认为我会选一样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以前老夫真是自大，看起来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学海无涯呀。秦先生您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哎，我不是说了我不收您大的徒弟吗？怎么样方丈，还要继续坑？我这几块帝王绿没花多少钱，也就一千来块钱，卖的话估计也能卖个六七亿，这么算算比你好像多挣一点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高大师请吧。秦少饶命，我不能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我以后怎么看料子呀？恭喜秦先生，看来无可争议，你就是这届玉王争霸赛的玉王了。想必今天的故事日后也是一段传奇故事。玉王什么的我不在意，我只希望钟小姐能够信守承诺。这个自然，我钟音一向守承诺，不信的话。秦凡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，我还在。这怎么回事？钟音你怎么回事？钟小姐，你今天是来搞我的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要搞你啊？我可是花了八亿买的原石，现在都亏给秦凡了，我还觉得很冤。我们走。皇上，带上我呀。高大师，你想耍赖吗？皇上，你救救我爸爸。皇上，你救救我爸爸。你们这堆垃圾啊，害我输了玉王，还想让我们带你走，真他妈晦气，娶了个赔钱货。皇上，急什么？秦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凭什么不让我出去？凭什么？你心里难道没数？周嫣是不是你绑架的？你不敢承认吗？我从来不敢骗子。是吗？周嫣，你见过？你自己说，是谁绑架了你啊？周会长，何必着急走呢？有些事总要说清楚啊。嫣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都是方家逼我做的。就是他拿曹老爷子检查报告来威胁我，说如果你不给方少施洗，他就会举报我出医疗事故，到时候我连医生都做不成了。报告单，周院长，
难道当初你知道我爷爷有病，却给我们假的布偶单？放屁！你是想舔我屁股吗？关我屁事啊！方为小儿，如果不是你父亲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献出燕儿摆平此事，我怎么会对女儿入火坑？周先生，关我屁事啊！你自己想干的。哎，魏会长，赶紧去报警，我绝对不包庇他。方威，你无耻！啊，是你把我献给方威的。方威，你敢说你没有绑架周渊，没有杀害曹老爷？当然，你休想污蔑我！来人！方少，方少，快救我方少！不要死啊，方少！放屁！是你让我绑架周小姐的，我可不想进去，方少！放屁！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方威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他可是窦信，是你们方明珠宝公司的高管，你不认识，同伙。秦凡，你是不是今天准备好了这些伪证来污蔑我？伪证？哎，放手，这可是人证呐、啊！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要是真没做过什么的话，你心虚是跟他对质啊！我是没告诉过他要绑架周燕的话。方少，你真的没说过？我看不是，这是你父亲和周院长通话记录。你在旁边说他睡了秦少的女人，否则就是让周院长身败名裂。啊，还有这个，是你父亲联系绑匪去刺杀曹老爷的 IP 地址就是你家，这总不可能不认。来人，把这个人渣带走。送他去他该去。不，不要，这不行。秦凡，我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。我亏我爷爷还跟你们方家这么好，原来他死都是你们搞的鬼。我哎哎哎，曹小姐，曹小姐，王威这种人让法律去审判了。还是秦先生高明啊，看来这个老板还是真聪明。那当然了，要真没两把刷子，他怎么能摸金呢？让他弄点资料和证据，那不是千里。来人呐，把他们带到该去的地方。秦凡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恐怕我真的就……不用谢，是我想救你。当初在高莹的婚宴上，你不惜被侮辱也要帮我说话，当时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你。怎么了？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。那这次集市结束之后你跟我回家去见见我姐和我妈可以吗？你们两位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哦，这位是钟小姐，这次救你出来多亏了她的帮助。谢谢，谢谢钟小姐出手相救。不用谢，这本就是我跟秦凡打赌的内容。秦凡，你既然这么感谢周小姐当初对你说的话，那你是不是你应该感谢我呢？应该的。周小姐，你有什么吩咐你直说。各位，之前大家都应该知道我来阳城是来找未婚夫的，但是我激动之下没有弄清楚，就说秦凡是我未婚夫，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搁置了。但经过我的调查和确认，秦凡就是我的未婚夫啊！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正式宣布，我要跟秦凡正式订婚啊。哎，朱雅是我的，她只能是我的女人。把这个秦凡给我查出来，什么背景，什么出身，你都给我查出来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。是，给少爷。还有，给我准备私人飞机，亲自去趟阳城。是。这里是我跟一个女人的婚约。他跟少爷的婚约还有几天才结束，为什么忽然跟这样一个人订？会不会那个人就是少爷？有可能。上次我们调查的波动就是在阳城，
只是我们赶过去之后，那波动就消失了。你们立刻派人去查。我要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暗夜组织的少爷。是。